鱿鱼在炭火上烤得滋滋作响，香气扑鼻，尤其外皮烤到微微酥脆，搭上特制酱料，但高温烧烤烤焦部分会出现致癌物苯甜皮，也将纳入列管。因为它本身就是致癌物，焦掉不能吃。不会，你会 care？ 我把它弄掉，至少要管理一下，对身体健康也不错。毕竟那个不是一个好的东西。苯甜皮肉眼看不见，需要仪器检测才验得出来。食药署针对烧烤类水产品在高温制程中可能出现的致癌物苯甜皮列入抽检范围，除了烤鱿鱼，还有烤肺类、贝类、鱼类以及虾蟹等等，限量每公斤2到6微克。苯甜皮的话，就是在这个所谓的食品经过一些高温的一些烹调过程中会产生的这个污染物质，那它并不是人为添加进去，食材表面烤得焦黑的这个部分其实就含有蛮高量的这个苯甜皮。食药署建议比较大块比较厚实的食材可以切成比较小片的烧烤，可缩短整个烧烤的时间。烧烤海产类未来不管是包装食品还是开架熟食都将纳入规范。三立新闻张哲儒邱晓倩台报道。